身。我单身。你们俩都分别是单身是吗？对。单身过这个节就单身有单身的快乐嘛，然后这怎么说，就是每个人都生活都不一样，但是有爱情也很甜蜜。其实没有，没有男朋友就没有什么看法。单身挺好的。除了吃东西的时候吃不完，其他的时候没有了。就是你一个人在一间房的时候，就会感觉到特别孤独的时候，就会特别想，特别想，